之前还是表达我们的感激啊，那我们借由这个礼物啊，我们请两位不记得哈、啊，一起出来哈、啊。为什么修女一开始那么高兴哈、啊？因为我送的礼物跟修女别的花有很大的关系啊。那要送啊，坦白讲哈、啊，我很讶异啊，我一直不知道我们的马修女跟蔡修女是一起入会的。印象中他们两个好像不同的时期啊，竟然是，所以选礼物就有点麻烦啊，又要送一样的礼物，一样的祝福啊，所以好不容易到一个基督教书局送啊，终于找到了啊，那就是《爱永不止息》啊，《Love Never Ends》啊，但是有点小麻烦啊，这个字都一样啊，但是花又不一样、啊。那我想修女不会计较了、啊、因为。我想我们的祝福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礼物很难去表达哈。我包括也很凑巧啊，刚好我尽量找那个 size 一样的哈。不过有一个就有点瘦瘦高高的哈，那有一个是胖胖胖。我没有指什么哈，大家不要背后议论。我没有指什么啊，就那么巧哈。那我们要送给礼物店啊，是那个金箔纸啊，结果他不一样，他捧着就把那个高高瘦瘦的就给某一位修女啊。那这个矮矮宽宽的哈、啊，就给另外一个修女啊，就很巧哈、啊。那大自然讲一句话哈、啊，我们每个教友啊，我们都是天主花园里面的花哈、啊。那天主也照顾我们，那天主要我们努力啊，那我们要努力去浇水啊，那浇水啊，就是让这颗花能够成长绽放。那除了浇水之外，这个浇水包括的就是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刻苦啊，我们的牺牲啊。未来讲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跌倒啊，我们的不足。但是借由我们不断的奉献灌溉啊，那我们能够长出一颗为天主所爱啊，那为天主所欣赏啊，并为别人带来天主芬芳的啊漂亮的花啊。那我想这个图有很深的含义啊，就是修女们入会50年，我们相信他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庆祝啊，那能够来见证福音的芬芳啊，天主的恩宠啊。那当然第一个我们说他们爱永不止息啊，第一个他们的爱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爱永不止息啊，是天主在眷顾我们，在我们的软弱不足啊，我们的有限里面不断地给我们信望外的恩宠啊，那当然透过我们的努力啊，绽放出这样的生命的芬芳啊，以及为天主作证的一个美丽的花朵啊。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们的努力哈，啊，带给我们这一切啊。所以我就代表教会我们信仰团体哈，给我们这两位修女哈，这么漂亮，我个人是很欣赏的哈，自己买的嘛哈，只能这样讲啊。也很有意义的这份礼物啊，祝福两位修女哈、啊，爱永不止息啊，天主的爱永不止息啊。那我们透过你的生命，天主彰显的爱也永不止息，祝福你们，感谢你们。恭喜两位修女，金本不必拿了，请上台。拿到矮矮宽宽的花，蔡修女曾经在辅大服务，也在静宜大学的图书馆服务了34年啊、那好，马修女拿到瘦瘦高高的花，那马修女。也是在长期有一些服务哈，曾经也在静宜大学工作过啊，创立了奇迹之家啊。好，我们请主教跟马修女、蔡修女合照一张。50年一次哈，好，请盛勇团准备，请盛勇团准备，我们有修改小小的流程。请校长准备，我们校长要
献唱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主教送给两位修女的花，也代表我们大家一起送的，对吗，主教？对哈，哎，对，大家一起送的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唐校长也准备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礼物。这个礼物有两个，第一个礼物是校长要献唱 Our Lady of Providence 第一遍第一段，校长是 solo， 他有练习哦。第二段是盛永涵加入，那会唱的也在第二段的时候，非常欢迎大家一起唱。好，朝圣过的一定要唱。好，好，现在恭喜校长 Our Lady of Providence。 谢谢。这一首的话呢，我是希望我们一起向我们主部修女会的主部圣母献上我们的祈祷。另外是敬天爱人敬仪明光，那我诗是这样子献给他的：殷尧君臣敬主心，云涌传爱天天行，修身养性爱圣母，女中点淡人目情，金科玉条
敬祷颂，庆喜学子宜福音，快思慢想明圣言，乐在福传光主名。哇，对自己的贡献。献给马修女人是用这样的长头，玉洁修女精进纪念，幸得力行主顾荣光，玉律圣言信主理，节己爱人得兼行，修身养性力求美，女中典范行善情，金口玉言主恩引，庆幸后学故得进，即时行止容盖下，念之在之光主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请合作。